奔跑的战车喷射着汹涌的火焰，但这丝毫阻挡不了身后那可怕的巨兽分毫。空中的维京战机开启了机甲形态，但它疯狂的扫射却只如螳臂当车一般。紧随其后的虫族大军冲向了前方的城市，空中的战机呼啸而过，他们的目标是天上的虫族母舰。猛烈的轰炸对体型庞大的虫族母舰来说根本不痛不痒，无数王虫从天而降，坠落地面时掀起了巨大的爆炸。无需多言，周围的人类士兵赶忙疯狂的扫射，但他们转眼便被凶猛的虫群淹没。城市的外围已经彻底沦陷，后方的巨型坦克转变成炮台形态，震天撼地的炮火声响起，虫群之中闪耀出致命的火光，但汹涌的虫群悍不畏死，依然前赴后继地向前冲去。但就在此时，一个恐怖的阴影破土而出，可怕的是地虫竟然直接出现在人类阵型的后方。空中的翼龙，巨大的雷兽，铺天盖地的虫族已经如潮水一般涌向了人类大军。后方的城市已经岌岌可危，而在远处人族的大河母舰已经陨落，巨大的火光吞噬了整个城市。废墟上面的刀锋女王傲然而立，冰冷的眼神中仿佛不带一丝情感。等他紧闭的双眼再次睁开时，发现自己竟然身处人类基地之内，一段记忆随之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。原来是雷诺拯救了自己。在前哨基地内，雷诺一路眉头紧锁，电子屏上的是凯瑞干血液毛发甚至是骨髓的研究报告，显然科学家们已经对这个难得的实验体做了大量的解析。最后一道钢铁大门缓缓打开，雷诺终于再次见到了自己的爱人。虽然经过神器力量的洗礼，但虫族的基因已经彻底融入了凯瑞干的体内。雷诺希望带着爱人远离这一切，而凯瑞干却根本无法放下心中的仇恨，他永远忘不了那一天。正是因为元首蒙斯克的出卖让他落入了虫族的手中，所以他无论如何也要手刃仇敌，但显然蒙斯克也知道这一点。远征军还未返航就遭到了袭击，幽灵特工诺娃带队杀入了实验基地，雷诺赶来十晚一步，然而大门之后突然传出凄惨的哀嚎，一股恐怖的幽灵直接将其掀翻。废墟之上唯一站立的人影正是凯瑞甘，雷诺此时终于明白，只要蒙斯克还活着，他们就不得安宁。然而没想到之后的袭击让两人就此失散，随着越来越多的敌军传送而至，远征舰队不得不就此撤退，而凯瑞甘选择独自留下寻找雷诺。空旷的控制室内，尽管知道希望渺茫，凯瑞甘还是一遍又一遍地呼叫着雷诺的名字。忽然背后的动静让他举起了手中的武器，竟然是只残存的虫后。而此时电台中传来的信息让他心头一痛，帝国元首宣布已经处死了吉米雷诺。悲伤和痛苦让凯瑞甘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怒，失控的幽能从他体内喷涌而出。悲伤过后，他看向了身边的虫后，随后坚定地做出了一个决定，他重新设定了航行坐标，而目的地正是原始虫族的母星，那是所有异虫最初诞生之地，这里有无穷无尽的黑暗能量，异虫在这里互相吞噬，而最终胜出的那些就会获得可怕的进化。母星最深处的血池中漂浮的触须锋锐的骨爪，海瑞干终于再次魔化，震天的巨吼响彻云霄，恐怖的幽能直冲天际，无数虫族在欢腾。刀锋女王回来了，帝国的军事基地内密集的枪炮声响起，哪怕枪口通红都不敢停歇。猛烈的射击中，一道可怕的身影杀入了人族军阵，恐怖的幽能从凯瑞干双目中涌出，巨大的能量让士兵不由自主的浮空而起。刀锋女王终于来到了帝国元首蒙斯克的面前，但眼前的这个凡人显然早有准备。随着机关启动，恐怖的电流喷射而出，谁也没想到蒙斯克竟然弄到了神器碎片，强大的能量让凯瑞甘痛苦不堪，虚弱的刀锋女王就这样被击倒在地上。但黑暗中一只巨大的手掌抓住了不可一世的元首，竟然是本该死去的吉米雷诺。原来当初雷诺被秘密关押，本来是用来挟持刀锋女王，没想到凯瑞甘提早将其救出，终于到了复仇的时刻，他休想那么舒服的死去。一切终于结束了，无数虫族飞向了天际，凯瑞甘望向身边的爱人缓缓地升上了天空，未来还有更恐怖的敌人需要他们面对。